在演示中，我们可以看到程序执行后会先在舞台的左上方画出一个太阳，之后才会在花盆中画出花朵。那么我们就先来实现画太阳的效果。但是在开始正式的绘画之前，我们先来做一点准备工作。点击太阳角色，在蚂蚁自动寻路的课程中，我们已经简单的学习了一些画笔功能的使用。在 Scratch 中，我们通过落笔与抬笔指令来模拟现实生活中的书写方式。那么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在使用跨笔功能时会使用哪条指令清除上次程序执行时所绘制的内容吗？没错，就是全部擦除指令。所以我们先来在点击绿旗之后隐藏本体的角色，同时通过全部擦除指令擦除上次程序运行留下的痕迹。之后我们再使用一道 XY 指令将太阳的位置初始化，并通过面向方向指令与随机指令让落笔时的面向方向随机，这里我们让其在0到90度之间随机一个方向。接下来我们分别使用将笔的颜色设为指令与将笔的粗细设为指令，将画笔的颜色与粗细确定下来。这里老师就将画笔的颜色设定为黄色了。毕竟太阳总是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嘛。我们再将笔的粗细设置为2。到这里我们的初始化就算是基本完成了。我们将落笔指令放到程序的最下方，将笔放到舞台上，就可以开始准备绘制太阳的图案了。在演示中我们可以看到绘制太阳的方式其实就是围绕中心点错位的画出很多个正方形，直到旋转一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通过程序来实现这个绘制方式呢？同学们不要着急，我们先来一步一步的实现。首先，先来实现一个简单的效果，绘制一个正方形来看看。正方形有四个边，且正方形的内角的度数都为90度。所以我们要绘制四条线段，同时边与边之间的夹角应该为90，因此我们需要重复执行几次指令来帮我们控制绘制线段的数量。我们将执行的次数改为4次，同时通过移动指令来实现线段的绘制。我们将移动的步数改为30，之后通过左转指令让其在每一条线段绘制完毕时都向左转动90度。我们将这个代码块放到落笔指令的下方，点击绿旗来看一下效果。可以发现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边长为30步的正方形了。正方形的绘制方法我们已经写好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绘制围绕中心点一圈的 N 多个正方形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在绘制正方形代码的外面再添加一个重复执行几次的指令，通过改变执行的次数就可以绘制出我们想要的数量的正方形了。但是为了避免所有的正方形都绘制在同一个位置上，我们需要让其在每一次绘制完毕时都向左旋转一定的度数，让其错开位置。但是这个度数可不是随便乱添写的哦。同学们想想看，这个度数为什么不是随便添写的呢？我们想要实现绕着中心点绘制一圈的功能，执行的次数与旋转的度数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我们绕着中心点旋转一周是360度，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让错位的度数乘以重复执行的次数等于360，才能实现正方形等分错位绘制绕中心点一周的功能？我们来试试看一下吧。首先将重复执行的次数改为20次，同时我们让其向左旋转一定的度数，这个度数等于360除以20，也就是18度。我们将写好的这个代码再次放到落笔指令的下方，点击绿旗。 Yes， 我们成功的绘制了太阳发光的轮廓。那么最后我们再通过画笔分区中的图章指令，将太阳公公的笑脸印在图形的中心。这里想必同学们已经猜到了图章功能是做什么的了。没错，图章功能就是像我们生活中的印章一样，使用它就可以将角色的形象牢牢地打印在舞台上。不过这里小朋友们要注意，这个打印出来的角色相当于我们将角色印制在了舞台的背景上，所以这个太阳公公是不能拖动的哦。我们点击绿旗，再来看一下效果。咦，我们太阳公公的脸为什么是歪的呀？这是因为我们在绘制完最后一个正方形后，角色的面向方向并不是90度方向，因此想要让太阳公公的脸正过来，我们需要在图章指令的上方再添加一个面向方向的指令，并将面向的方向改为90。这次我们再来点击绿旗，可以看到太阳公公的笑脸已经不再倾斜了。在程序的最后，我们再添加一个抬笔指令，并通过广播一条新的消息来启动花朵的程序。这里我们将新的消息起名为开花。好了，到这里我们关于太阳角色的代码就已经编写完毕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编写开花的功能吧。